把人包下来，包起来，包下来，你包了，包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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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你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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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想要一包啊，三点钱，两包了，包起来，包，包起来，包了。哦，变价。三点两包我吃，三点两包两包两包跑出来。我问谁啊？家己买三点两包黄瓜，你我问哦，你有想要搞买几条面的？想要搞买四点两包，一条块手。你心肝用，你还袂出到牙齿嘛？你心肝用，我袂出到牙齿，出到牙齿没有？我买一条牙膏，迄一条不一条不条牙膏，你若买一条牙膏，我死要你了啊！你妈妈安尼？我是问看卖，我是问你，我用有啥物啊？你只要买一条牙膏，都干你尔啦！你当然只是我上好着你啊，无是我比较强的啊！你啊，当行面啊你！我再问你，现在三点八千，你要强加，你敢合并啊？你八千，你包，你八六来包，我七百四十八再来包啊！你无影问你啊，三点八你三千块，我你钱给我啦，你哪有你好嘞？你敢合并啊？哎，人妈吃好济啊，我哎人妈真嘞，不如就先进来，偷偷来偷偷来，不会回来，偷偷不会回来啊，偷偷不会回来啊，偷偷不会无人会回来啊，希望你等几下班啦，赶几下班啦，回来啊。别买假婚，他妈别假婚，哪有嘞啊？跟你讲，我这话因为是假婚，假婚。他是谁来？他是我，这是干咩片啊？我来。他是谁？啊，他是谁？我爸来，我爸来，我爸来。啊，他是谁？我爸来，我爸来。你要八分我得吃啦，现在七分我把你我得买啦，现在五八千五八来，五八千五八六，五八千五八来，五八千五八来，水条，一两三是四个鸟，这中部中部有够烦哦，四个鸟，五八好来啦，进来啦，同个。都买起钱，我从今天到上，今到上个手头。最后一个，啊，加。我玩就对话啦，我买好不了吃，这样得加点钱啊，有得加点钱啊，真系。我这情况这样啦，我七路也抽了啊，我这钓鱼啊，七路也抽了啊，才买鱼啊。五百，搞弄掉嘅。真五百。还是你无良心啦！不要笑掉你无良心，我无良心。真系，我哋真系，真系，反正只系不只系包真系。你两个人话，嗰阵就真系快。你讲下，好唔好嘢？我做那个，
你冇听系咪？你面红还是不明白呢？还接不？现在你冇听，你白了，你冇听，你白了，你冇听。整条街都没有。那叫不过人丢都算了冇，不过人丢当算，不过人丢当算。这个没算呢。我没算了，好。人丢没算了，我讲人丢没算。耶，这人丢没算了。在，你看你好在，你看你好，你看你好在，人家有冇你冇叫，耶，两个人冇在，你回来。哈哈哈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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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主要老是水牌嘛。哎，阿姨，你们水牌是不鲑鱼骨啊？猪鲑骨哦。嗯。水牌了，老弟。一百两。百两，你讲你，用你说你用这种位置吧。用这种位置吧。你带可以搞，带搞。带搞哟，那个老的，带搞，这两年把木头晒啊。啊。卖我。啊啊，那你带个高高。晒过晒。点点来。点点来。哎。哎。阿姨，鲑鱼片三片五百那个，三片五百留一份起来。鲑鱼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再装好不好？欢迎经理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欢迎。啊。鱿鱼窝。鲑鱼都一两老呀。白码头。听我。你们白码头？哎，今天不喝的白码头啊？鲑鱼进来。白了啦，这空无人性。对了，七百。龙虾的啊，七百。等你猪皮烧，他那个豆豆的猪皮烧汤的。家里有的东西放到哪里啊？放后面这边啊。哪边？去上啊。先拿吗？来啊。七百公斤的。快点。好，别个了，别个了。我在看抖音这一个频道是什么，这个什么公关阿宅的突然跳出来，我嘞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一个，这上大只，这无敢讲，这无大只，两尾叉，这上小，这上大只，这两只包哦，哦，这两只包哦，这真正真大只啊！哦，这两只包哦，靠两尾啊！一个。
来过。炸的。没炒够还没有。刚才你们有没有看到？看到我给你们看那个抖音的。两百块钱吧。两百块钱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也能便宜。两百五吧。炸鸡有吧？我跟他是卵丝吗？对，卵丝。两个五啊。是那个是单独的卵丝，很贵的。你要吗？我叫他砍看看。那卵丝不便宜哦，那很大只哦。那个很大只哦。那个摊开来很大只哎。他是把它包紧紧变成这样的。哎，你也单懂的认识啊？三位伙伴。三位伙伴。可以啊，三位伙伴。三位。哎，那你手机？对啊，我就讲。那个摊开来。因为它很宽很粗。萝卜糕两包吗？两包一百五，固定的。你有五十块吗？我没有五十块吗？对啊，今天卵丝比较大。哎，这几包几百？哦，这一包一百块。这样好的。我刚才看到那抖音那个。业绩都这样。我喺谂点样样，点样？你是不会咩事咧？你以为一百块有人买无？我话你收啊，百块收啊，要收啊，准备点十点未？今天十点啦，好不好？都打黄金。有没有十点嘛？哎，都打黄金。因为你今仔花，你头前吹收上，你我知你今仔都跳的，我知你今仔都跳的。你今仔都跳的。一百块。百块。绿豆散那个东西哦，等一下他说你来的时候，他就帮你把剩下的东西包起来。啊，因为他的鲑鱼骨他帮你留200，因为他更多给你。然后你剩下还没有拿到的东西，就只有鲑鱼切片单片500那个，剩下那个。然后鲑鱼碎肉，如果你不要的话，他再帮你拿回来。鲑鱼碎肉，如果你不要的话，他再帮你拿回来。包几包呀？包几包？三包的哦。哎，你要一份料，这边带一个。走了，你别再难过。包几包？你要两份。好。这边300块，一包。等我一下哈。装一起还分开？分开哦，这边两份分开。这个是天气，今天能改变吧？姐，今天能改变吧？那这边再一个，今天能改变了没有？还没改变。啊，那大罗，是一只这样装啊？那大罗那么大，大罗那么大。再见啊！再见啊！还一个人走。哦，麻烦。还在找我呢。先找我再找。没有吧，找我。等一下吧。来，上我两单。来，最好结150。第二个150。最好结150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四行没有，最好结娘150。你也找我呢。我是姜河里的呢，我是姜的呢，你见不见我？我是姜的，哎呀，我袂甲你好啦。好，谢谢。啊啊！我有一块呢，还有啊。没有了，你买没有？我刚刚比较方便，我爸爸要。我什么毛啊？你要多少？100哦。好，我来动用几百多块，不想上去了。啊！今个落雨呢？今个落雨。我今个落雨真系哦。啊！今个落雨诶。啊！你咩哦？喂啊！百块够两杯吧？百块。一杯，啥啥都准备啊！他不太会。百块。
不是才礼拜天才休日，你要礼拜三哦，就绕过来就对了。没有，刚刚在哪里啊？没有走过啊。你没有来过这里就对了。没有很远吗？哦，不知道，走线不走，走线才走。我以为在后面。这位置啊，对啊，看到了。因为这里是这个市场比较大，我现在不知道在哪。这市场大，开车要开过，就麻烦。反正你要去听听这些东西而已，那边是一点点的。哎，好哎，小雨，你修啊？你要开始修不？当然，你修三次了吧？五小雨，五小雨，两次了，两次了。你给，你看我家。三次一碗。我来个贵州的。一箱啊，一箱啊。
准备要休息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地豆港等你过来哦，我准备要到底去死啦。你要过来直接跟他们讲就好了。该到你脸的时候有点到了。到底去死啦，我要回家了。这样子是那个跟鲑鱼在一起的。对，因为虾子只有留一份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对。对，它还有手卷。它有手卷，有蛤蟆，有鱿鱼花。没有蛤蟆。蛤蟆我帮他留，我留一百。对啊，我记得我好像有留。对啊，有啊。我有帮他留。对，我有帮他留啊。对，我有帮他留。对。那个阿姐，你是不是有拿到的另一百？没有啊，我到底没有存。有，我有留一百，我记得我有。我也有拿到一百。对。我有留，我只有收到一个拿到啊。好。好，那嘞，我冇包掉啊，在哪位啊？我包掉在哪位啊？我记得我有包哎。啊，我有包在旁边啊，留起来，我叫他收。不然就会被拿走了。一只多少？一只两百。两百。一只两百。我要收起了，五。只有两只，十，三，今天因为它这边下雨啦，整个市场都没什么人。一，我收过了，拜拜，收。我记得我有留啊。我对啊，我有，因为我上面有写 OK， 就代表我有留到。